接下来请收看林家温家怕烂家，多学点东西，你们来补习班干什么？没办法，被逼的啊。傻哥。李秀玲啊，If I had 已经下课了。我看你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发呆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李秀玲啊，我们来补习班就是为了要考上好的高中，这样才不会让爸爸妈妈失望的。你放心，才不会有人重视我的。李秀玲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？妈妈是媳妇啊，星星阿姐不同意。不过老妹爱姐弟弟嘛。李明。爸。我妈讲伊不爱个细啊啦，爸爸，伊干嘛个细姐弟弟啦？一个就好啊啦。啊、你看我要创啥？看好你不要改心。哎，兄弟啊，你妈的背起背落啦！我伫面前顶已经倒三暝三日啦，倒到骨头强要放弃。那是医生交代讲袂使出院，啊，若无我走就走。啊，玲玲咧，先生安怎讲？医生讲过两天检查若无问题，就应该出院。你有听到吗？你个两工都用等住你哦。啊，好好好！来，这是您赵德柱阿伯哦，给你炖的牛肉汤，你比看卖有胖无？嗯，够胖的哦。嗯，来，真的，来请我吃啊。玲玲，来，你家己摕，家己吃哦，啊，唔通去烫着哦。好。来，等时候你。你想怎想？那有什么呢？我看你敢那心情真歹吼。我有啥代志啊？那是足烦，你知无？唔系，我等你创啥？无你是食了炸药药？我是看你遐心情歹，恶意来关心你呢。无你是寄生性地啦？哎，大声，我就惊你哦！啊！
爸爸妈妈，你别冤家啦。到底是安怎？出来去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我讲，我今麦已经行几半步，我了连一句也袂讲，到底什么代志？咱卖结婚好不好？你想讲啥？我讲咱卖结婚，为着恁囝，为着阮囝，为着咱的囝，为着大家好，咱还是卖结婚。其实你也有这种想法，对吗？我老的，你别骗我，对你的表情都看得出来。真的，把你讲这是什么话？这几年来，我嘛一直真想要跟你结婚。我再讲，咱这嘛是永无结婚的。娘娘娘要买一部，伊的户籍，伊的行情，这代志拢会改观。是咱的囝，还佫阮囝秀玲，恁囝文成国英，就是因为咱的囝，所以咱才着爱结婚。这就是咱要结婚唯一的理由，是？我讲这理由还佫无够，无够，无够。你家己心肝内嘛明白，你想来要问我为什么？国英无介意，秀玲无法度接受我，咱结婚是要怎结的？咱已经安尼做伙生活六年，啊，日子不是讲我一天一天在过。甘知？你免骗我，你还是在骗你家己是无？难明都唔对，咱互你互到到底是我难？但这个人你会着简单改变什么？咱什么都拢总无改变。咱拢无改变，咱有生一个灵灵。那是因为有灵灵，所以就是我上该痛苦的所在。为着咱家己的囝，所以咱也要分开嘛，我都。别讲了。我知讲这几年来，你哋拢真辛苦，也受真侪委屈，也唔过，咱嘛是一直真打拼，对唔对？无路用，就算讲咱国较安怎打拼，咱嘛无法度甲咱家己的命运争斗，这拢无法度改变一切，无路用。妈安尼讲啦吼，昨我做一个梦，叫我过去红菜包转来，伊要将玲玲拖走，伊讲我无守妇道。我没跟你想，伊要将玲玲拖走。哇，别个艰苦啊，那是一个迷茫呀。讲出来真拄好啊。再讲，玲玲是咱两个人的囝，谁能敢来拖走？我绝对无放伊煞。秀玲今麦嘛大汉啦，我拄好是青春期的时阵，上该需要妈妈伫个身躯边照顾。伊无法度接受我，思念伊家己的老母，这嘛无什么唔对。秀玲是不是更加阴嘴阴气，对你无礼貌？我已经好好来教训一下。无啦，你莫胡白想啦，是我家己在想，想到底是有什么方法，有什么较好的办法，要安怎甲秀玲好好相处？
就连今下个细汉个代志，你将来那大汉，你肯定了解。等伊那吃亏，要来后悔就上班。咱目前的一切，我真也想不完，我真想也无办法。是够是当当，卖我落安尼坐。那过去这六年来，咱的中间不是发生真侪问题，最后嘛拢互咱解决起来。绝对，只要讲咱手牵手，心连心，我相信讲，一路困难拢做到面了。真烦恼，真惊。也毋过每一摆我来看到你，我就感觉我天界无什么困难事。真对，对家己要有信心，对咱两个人更加要有信心。你知无？你讲我想要创啥？我要回去厝的啦。你对这伫遐讲亲，你是咧亲啥意思？我无啊，佮讲无。我明明看到你讲亲，佮讲无。我真是无啦。安尼，你唔着当作我目睭透通，还是亲你啊？我真是无啦，我要回去厝的啦。你想要搞去解释个清楚？我咧，我笨蛋啊！你讲伊无敢生啊，敢当作痴迷啊？我无啦，我无啦，你还对厝的啦？是啦，你妈咪啦，你妈咪啦。哎，你看，你搁会哭啊？你若要哭，等你找你妈妈哭啦。已经几岁啊，搁在这假哭哭啥？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我袂爽啦！你甲阮生，就要甲阮回去嘞。你甲我跪了。对啊，跪了啊！跪啊，跪啊，跪啊！不爱跪，哎，你莫想讲你惯着安尼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爱跪，我来死啊，真歹看！你要跪啊，跪啊，跪啊，跪啦！跪啦！你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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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欺负恁真正是干哪？叫怕，我就怕你死！来啦！你快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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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过来！随我去死哦！别管你查某啦！你给我较注意哦！你才给我较注意啦！可以。你无代志？无代志啊！多谢你哦！啊，无算啥。虽然讲咱不是烈玩家，但是你嘛像阿姐啊，这叫做路见不平啊！啊，唔对唔对，应该说是、啊、英雄救美。你可见心绝功增强？因为咱有咩情况？好啦，那不正常。好啦，你不爱讲就算，你做咩等住啊？阿妹啦，你先回去，我过来去报信。好啦，我先走，再见。可以。什么来？回去。
气，没有这样子去讲出来。你放心啦、啊，我们现在是同命相连，爹爹不亲，姥姥不爱的。虽然讲以前那是敌人，起码那是朋友啊。因为我没有共同的敌人，就是玲玲。好啦，你袂讲出来就好。我袂出别朋友的，拜拜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不拿出有效的教育方式来啊，你这个做爸爸的可有的罪受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感激你了，我谢谢你了。要不你安尼讲到规半晡，你嘛小花休困一下。哎，赵老祖，你要知道呢，玲玲今嘛在病院住院呢，我工作阁无闲，我安尼两头走偌忝，你知不知？我困一下。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啊？你现在得听我的，做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，要不然我来做。好了，给你做了，给你做了。哎，不行哦，不行哦。赵老祖啊，麻烦你一下，有话明天再说哦。小孩子快回来了，我要去煮饭。那、可是没有苦素了啊。报应，报应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秀玲她不该到你邓来了。我哪会知？伊是伊查某囝，我要从。你哪拢没有这款态度跟我讲话哈？我唔知啦，可能错啦。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子呢？算了算了，我来做工啦，我一定秀玲他们都回来。伊未回来啊？现在没回来。啊！我的天哪，又离家出走了！伊去补习啦，刚刚拢未记咧。他每个礼拜一三五都要去补习的。啊，对啊，我算计袂记你啦。自从玲玲去住院了，我咧规个人干净，无时了干净，糊里糊涂咧，这啊。伊现在就玲玲，总会是安尼咯。你怎么跟文珍他奶奶说话的口气一模一样啊？文奶奶又来过啊？来了，我把他给轰走了。你怎么把他给轰走啊？我不把他轰走啊，他得把我轰走，到我这儿大呼小叫的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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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没完，好像我这儿对他什么都不满意一样。你打算赶快，因为只想要自己。哎呦，现在孩子不得了了，教育大人来了啊！我进去看。哎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要是万一呢？他死哦！老爷，我知道讲，你弟拢真讨厌我，你知影就好。要不过我真爱你啊！你若是爱我，就袂像妈妈。我老像你妈妈。阮倒转来，我比你真爱你妈妈，所以我真爱你啊！你只爱玲玲，我爱你甲爱玲玲拢嘛同款，因为你拢是我的囝。但是你唔像爸爸，我知影，也不过安怎讲，你永远是我的囝。Thank you.
回来啊。你吃饭啊，喂。我菜给烫好烧吼。我吃饭。秀玲，秀玲，玲玲跟恁春娇阿姨明仔就要出院啊。过去的代志，我也无想要再提出来讲。不过我希望讲以后绝对唔能够发生这款代志。你等我回来，就是要跟我讲这事哦。我跟你讲这個，有什么唔对心？唔对唔对唔对！自从你跟伊做伙了，什么代志拢唔对啊！你心内敢若有伊，敢恁个囝？你什么时阵真正关心我，像较早同款关心我嘞？你哪样讲这种话啊？啥都袂用诶，这是事实啊！当年前，我就知影一定会变成安尼啦。变成安尼，啊，无是变成安怎？你先让我家己好好反省一下。为着你，恁娘甲春娇拢住伫病院，你先怎搞好？你大人代志拢怪我，我唔接受，我唔接受啊！你。我会一张绝情的